记忆中那一天，你突然训练了我，而你却忽略我心中的感受。是否深情亏待了你？难道你真的不再灵气？在我的心中永久不必希望，你始终用那冷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爱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子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我黯然的痛苦，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也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敷衍我？我想要祈祷你给我一个真正的回答，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你要给我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？给我一个没有理由。